词中求直就是这个词，急，第二段是腰跟胯，第三段是膝盖，都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，是很重要去研究太极拳的重要基本问题。为什么咱们要是手扣着免去拖拉，也是要虚实分清。不，我的手不是拉的，全部是用粘连的功夫打过来，感应就有了。